认识 China 从景博开始。陶瓷雕塑的技法分为圆雕、捏雕、镂雕等等。这件家彩飞天天女散花瓷雕充分展现了精湛的手艺和纯熟的技法。作者通过圆雕技法塑造天女的人物形态，眉眼清晰，鼻梁挺秀，略带微笑，体态圆润丰满，婀娜多姿，体现了敦煌飞天的文静典雅。头发与飘带的巧妙设计充分展示出作者对陶瓷烧成及作品重心的精准把握。运用捏雕技法制作花卉，镂雕技法制作花篮，并与彩绘技艺相结合，花瓣细薄如纸，片片分明，是以粉彩精致华美，可谓匠心独运之作。